居然这个情况合适吗？我是周深，说来然后今天祝我是生日，祝我生日，今天是我生日，你要是心情好的话，就打赏一句生日快乐。你们不点歌，我就乱唱喽。机会也都会唱好了，心情放松摇摆在你三百米之外，数着心跳等待，所有念头却抛开，锁起来积累这美丽的悲哀，这是爱，这是爱，全世界不明白，心停静止摇摆在你三百米之外，感觉寂寞需要你填的空白，锁起来，进来，这美丽的悲哀，这是爱，这是爱，只有你明白。呜、哦，唱得好，老弟，可以演变态，谁？熊猫。那么现在我们马。
马上开启《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天赐盛典》。别让乌云遮住了天空的蓝，别让命运这帆没桨的船，别让黑。这组的关键词是质感声线。这两位歌手的声音呢，有非常强的辨识度。男生，他的一首《嘉宾》传唱四方。让我们有请张远、姚小桃。有生之年，愿你没有遗憾。有生之年，愿你笑容灿烂。愿你哇，唱好好哦，是不是？是不是好久？惊喜耶！愿是少年，好，真好。呼呼，这里看的 VCD DVD 就算了，还是 VCD。 对，然后有伴奏可以放的。那我就清唱两句吧。好，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今天你装扮的格外美丽，这美也曾拥在怀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而我只是嘉宾。哇，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不是加油，是来踢场子的。对、哦、唱太好了。唱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在这一季的陪伴，我们一起见证了我们第三季天赐金曲的诞生。为了回馈和感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音乐合伙人用一句话送给未来，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健康快乐，一定要相信光，也要相信自己也是那束光。获取我们各位音乐合伙人亲手书写的独特的祝第三季节目联合微博开启天赐的声音微博巡演，有多少个动作歌和唱挑战，直播超话分享的。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从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情，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不管咪咪拉咪还是咪哆瑞西，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唱歌的人赶快清醒。哆嗦哆瑞咪嗦，像风中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失落爱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我对你遗忘的旋律，这是我宿命的追寻。不用歌声在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我是咪哆瑞西，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如果可以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唱歌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像风中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认
正在听那对你一光的声乐加持我宿命的追寻不用跟上在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你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公园就要摘去别拆去记忆不用跟上在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